我们技术犯规就不错了。有了，进！哎，回防，回防。人漏掉了，没犯规也是进。没进。叫号码，要那个叫字。要提，你要提醒他们吗？再喊一下叫号。回防，回防！好球，好球！哎，丁南，丁南，丁南，打号码。又打一个，又打一个。慢停啊！好球！八分。
关系吗？阿星，篮板要，篮板要。没进，好球！哎，卡位哦，卡位，篮板要卡位。没进，没进。小心快攻哦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想要回，想要回！哎，不能啊！篮板要考位，考位，打几个？打几个分？我们暂停了。帮忙挡哦！哎呀，可惜呀！哎呀，可惜！哎呀，原程位置已经跑出来了。对啊，那球，他有那个能力啊，那这球用的。因为他进去圆城出来，他视线看不到他，可惜可惜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好打一球。有了。好球，好球，没关系。篮板要哦，好几个暂停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啊，暂停记得。不要再，不要再，我没有喊，我没有喊，他没罚球。午饭了。午饭。几号？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开远程啊！远程或何泽宇啊？对啊，这两个命中率有。两颗三分就追回来了。投进一个球。你投进。投进也是要放过啊，那剩六十二秒。一二三，跳！投进。有了，进！呀呀呀！其实他刚刚。所以你要去抓，抓了就犯规。
意识到了，意识到了。午饭了，没有。午饭了，午饭了，挖一个上去了。小五剩四秒，让你投一个三分，刚刚好。可惜。那篮板没拿到。